是那些让我们感动的歌曲。别起太高了啊！谁让你心动？谁让你心痛？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？谁会在乎你的梦？谁说你的心事他会懂？谁为你感动？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，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。如果忽冷忽热的温柔是你的借口，那我宁愿对你从没认真过。